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我在摇椅里乘凉，我承认这样真的很安详，和楼下老爷爷一样耶、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今夜化了美美的妆，我相信是很美美的妆，我要晃在舞池中央，那种期待可以想象，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那就摆左边和我碰面，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画半熟的眼线，不用墨鱼粉底液。音乐呢，这是一个清唱考核吗？雨天照光街，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这都是喜欢许嵩的创作、许嵩的音乐的朋友们，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你好星期六，今天组成了一个惊喜合唱团，然后同时他们也把自己这些年来喜欢许嵩的音乐和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打拼奔跑的这个心情写在了这个手板上面，所以呢，这是我们送给我们嵩嵩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你会喜欢。谢谢，太感动了，谢谢，谢谢。